呢度就係日本札幌。咁咧，佢啊有個設制啦，今日第一日開始嘅，咁啊而家進行緊呢個世界冰雕大賽，咁而家咧就係啊唔同國家嘅代表咧都喺依家努力緊咧，喺度係喺度作緊冰噶啦，喺度雕刻緊佢嘅製成品啦。咁而家呢一個咧就係啊韓國嘅代表，咁呢一個咧就係佢哋個模型啦。咁然後咧呢、這個就製成品啦。好，嗱，呢个韩国嘅，咁然后第二队参赛者咧，就系新加坡嘅，咁新加坡嗱呢位女士咧就而家努力咁样喺度雕刻紧嘅，仍然落力紧嘅，咁呢位男士就估计系嗰位女士嘅丈夫，咁嗱，而家佢喺度睇紧位。呢个新加坡的代表，咁佢哋咧估计就系依家雕刻一个小朋友出嚟嘅。咁呢度见到啦，就系会有韩国代表啦、夏威夷代表啦、拉脱维亚啦、蒙古啦、波兰啦、美国啦、新加坡同埋泰国嘅代表喺度竞逐今次嘅国际冰雕嘅大赛嘅。呢个就系美国波特兰嘅代表啦。嗱，呢个就系佢哋即将会雕出嚟嘅模型啦。咁啊，有几只飞鸟啦。咁而家已经系有啲初型出咗嚟啦，暂时。好，跟住呢队咧就系波兰嘅代表。咁啊，佢嘅模型系冇，暂时冇拎出嚟住嘅，所以暂时咧都系未知道佢系雕刻乜嘢嘅。好，呢位男士好努力咁喺度作緊雪，而家同佢位女性拍档喺度研究緊个角度。原来拎出呢个锯齿形嘅器材啦。好，然后下一位代表就係印尼代表啦。頑張って。いつの？あ、じゃあ明日だ。水曜日。火曜日。火曜日？じゃあ誰だったら？お。跟住咧就係立陶宛嘅代表啦。呢個估計可能係想依照呢一個圖形咧嚟作出嚟啦。呢、這個線索好努力咁喺度鋸緊啲冰啦，係啦，然後將個形態咧慢慢都展露出嚟啦。咁佢應該講咧就係今晚啦，今晚時分咧就會完成佢哋嘅作品，然後就等大會評審就係邊一個先會贏到今次嘅冠軍啦。然後就有其他代表，我哋已經見到佢哋已經係用啲筆咧就係畫咗啲初形出嚟嘅。好，然後跟住我哋睇一睇嚟緊下一隊代表啦。呢、這個估計就係泰國嘅代表啦。嗱，咁佢哋已經係擺咗個模型喺度，佢哋又跟住唔同嘅形態咧嚟雕出嚟啦。冇錯，係泰國代表啦。呢个泰国代表啦，系啦。好多啲泰。加我，亦会嘅。
跟住呢个系另一个代表啦，咁啊有个小朋友嘅人像咧，系雕出嚟嘅，喺度安睡中嘅。究竟呢一对有小朋友嘅人像系边一个代表呢？好，我就睇一睇啦，就系蒙古嘅代表啦，系啦。蒙古代表是似乎已经完成了国际成品了，咦不是，他还有一些花的图案是未整出来的。好，然后最后一对就是夏威夷的代表了。夏威夷代表究竟他的模型是怎样呢？我来看一看。嗱，呢个就系佢要参与呢个模型嚟雕出嚟啦。好，嗱，呢个就系制成品嘅模型，究竟佢而家系搞成点咧？而家完成咗大概系三分一到啦，咁样啦。